院，然后这个网站统计的，他们统计的方法大概就是从一些主要的搜索引擎去抓那个使用者数吧，对吧？那这个最大的就是还是 IE， 那这一块是80%，其实就是5月的时候大概还有，大概已经22%了，现在已经30%了嘛。因为每个统计的网站都不太一样，但是大致上就是已超过20%以上的。对，那尤其是在欧洲，欧洲开发者占比已经超过50%很多了。对，就是全世界大概在网络这个东西上面最开放的是欧洲了。那另外这个8.43是 Inkscape Safari， Safari， 然后1.8的是 Google Chrome， 它从去年公开的时候大概就是1%，然后到现在大概成长了1倍，就1.8这样，对吧？ Google Chrome 其实真的很快，大家可以试试看，它在各个平台上面都很明显的快。那 Google Chrome 用的是 Safari 的成像引擎，所以 Safari 其实也很快，但是 Chrome 又比它更快。那 Firefox 其实现在就是正在努力要迎头赶上之中，听目前3.6的开发是说它会比3.5更快。好，那就昨天也看到这个数字，就是 PixNet 就是七月十日 PixNet 的那个工程师所放出来的统计数字啊。六月的时候，这是 PixNet 使用的六月使用的那个浏览器的统计，对吧？这两块就是 IE6 跟 IE7 跟 IE7 以上。对，那 Firefox 在 PixNet 的使用者上面是13%。那基本上 PixNet 这个地方是本来就是 Firefox 使用者比较多的地方，所以说大致上 Firefox 在台湾的占有率大概也是10%左右，缓慢成长中，对吧？那尤其在全世界之中比较有趣的就是我们的 IE6 还有40%，对，目前在国外统计起来 IE6 已经就是比 IE7 都已经很明显的少很多很多了，所以说有些主要的网站像普通刚才讲 YouTube 啊，然后还有就是币格啊，那些有些主要的网站已经开始公开说他们接下来不要已经不支援 IE6 了，对，因为了 IE6 这个浏览器，就是我们设计网站的时候啊，要让它可以跟 IE6 相同，其实都花了很多很多的心力。就是 IE6 它很不标准，就是说你写一个网站，如果特别要为 IE6 去做它的相同化的话，还蛮麻烦的。所以说建议大家，就是如果你要用 IE 的话，赶快升级 IE7 或 IE8 都可以。但是，就是 IE6 真的是一个已经5年的浏览器，已经非常古老的。对，这个数字可以在 GSD 的那个 blog 上面看到，就直接 Google 浏览器的占有率，然后 PixNet 就可以看到这个数字，这是 PixNet 6月的数字。好，那这是 Firefox 从2007年5月一直到现在的一个大致的成长，对吧？其实大概就是多了5%左右，2年的时间，多了将近10%左右。啊 ，Firefox 3.0公开的时候是在2008年的6月17日，对，那3.5是今年的6月30日嘛，就是大概1年左右就更新一次这样子。基本上我们看到的数字是，大概每次更新都是1年的，因为1.0是2004年底，1.5也是2005年底，那2.0是2006年底，2.0跟3.0中间隔较久，那3.0跟3.5中间也是隔差不多1年左右。那目前因为3.0已经公开了嘛，目前3.6的开发也已经进行了好一段时间了。阿听目前有测试者，就是测试过新的，就是觉得3.6又比3.5明显的快上很多。对，那张照片都是大家都看过，有没有看过的吗？还是有看过的吗？就是这个星云的照片，对，这是哈勃望远镜照的相片，对吧？2002年的时候照到的相片，就有人发现它跟白板一同，就是一模一样。对，这是真正的银河里面的某一个星云。叫麒麟座 V838，对吧？哈勃望远镜找到的，
很好玩的，它是一个变形的话，它会不断的改变形状，所以它现在的样子已经不怎么像 Firefox 的那个图案了，对吧、啊？好，那还有蛮多人抱怨说 Firefox 的开发都很慢，有时候就有人做这张图，那个网址是 org.com.tw。对啊，就是 Firefox 3在公开的时候就已经 delay 了很久了，然后 3.5 也是 delay 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对，那基本上 delay 都是为了程式测试啊。对啊，就是没有办法。那 3.5 单冲起来之后，可以最明显的感觉到是它速度快很多。对，那为什么浏览器？为什么 3.5 会突然就增快？突然就增快这么多，其实是因为 Google 开始，因为苹果宣称他们的 Safari 是世界第一快，就是他刚出 XP 版的那个 Safari 的 Windows 版的 Safari 的时候，然后后来就 Google 就推出了 Chrome 嘛，用了 Safari 的核心，但是就是又比 Safari 快很多很多。Google Chrome 它的特色就是它专门为 JavaScript 写了一个引擎，叫做 V8 引擎，那它会把网络上面，就是把网在上面的 JavaScript 的程式编译过在执行，然后 Google Chrome 是第一个这样做的，所以说它引起了一个大家追求速度的一个竞争，一个战争啊。啊那 Firefox 在 3.0 的速度上是还慢 Google Chrome 一大截，那在 3.5 里面就引入了一个新的引擎，叫做Transmonkey， 对 Transmonkey 这个东西就是跟 Google Chrome 的 V8 一样的功用，就是把网络上 JavaScript 的程式编译过之后再执行。那 Transmonkey 这 3.5 其实还有点慢，有蛮多人测试过，就是说 3.0 就目前开发中的 3.6 版的 Transmonkey 又更快了。那个官方的数字上面是讲说 Firefox 3是 Firefox 2的三倍速，对，那 Firefox 3.5 又是 Firefox 3的三倍速，所以总共就是你如果从 Firefox 2直接跳到 Firefox 3.5 的话，会有9倍速的速度。好，那 Firefox 在1.5的时候有一个活动，就是 Firefox Release， 就是他邀请全世界的一些志工啊，就是拍摄广告片，然后30秒的广告，然后大家就挑选最有趣的广告，然后把它放上电视上播放这样子。那 Firefox Release 可以在网上面看到，现在这还有这个网站还在，就是 Firefox Release 这个网站。那我先放了一两片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它的影片都还蛮有趣的，对，那可能声音的部分可能听不太清楚。Firefox, secure.